大家估计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去 KTV 唱歌的时候呢，跟别人合唱，对方呢唱歌跑调，但是声音特别大，你也会被带着跑偏了。动物呢也是如此，比如下面这只哈士奇哈，明明是只狗，却非要学狼叫，而且那声又特别大，结果连他旁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都被带着通通跑偏了。好，最后终于唱了调统一了。